咁啊，又到咗魏康午飯呢個傾談時間。咁啊，睇你嘅小説咧，雖然咧你好多前瞻未來，但係其實你對人類同埋對中國人嘅命運好悲觀嚇。你覺得呢個民族有冇問題啊？呢個民族冇，如果冇問題，就會到而家以前地，咩嘢事都法家講因果咁，咩事都有因自有果咁。中國民族非但有問題，而且個問題你用普世標準嚟睇，好大添個問題。例如咧，例如你根本全國上下唔能夠話所有人，大多數人一路到而家都係算盼望自己民族出嚟一個英明領袖嚟帶咧，一個皇帝啦、一路係盼好皇帝，但係我哋而家最新嘅想法應該係唔要皇帝噶嘛，但係冇咗皇帝，中國人就惶惶不可終日。咁啊，以前民國嘅時候唔係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咩？共和啦嘛，冇共和啦，人哋而家夠係共和咯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咯，即係共和喺邊度？你話啫？喂，嗰陣時喂，溥儀退休。順帝個個歡呼噶嘛，農民都話：哎呀，有投票權啊嘛。咪袁世凱咪即刻上嚟咯。國民大會咪呢個時候由國民大會點啊？有。咁啊，換湯不換藥，中國人最善於玩呢啲把戲啦。係名詞上邊換一換，實質上邊唔變嘅。咁啊，但係呢個係知識分子嘅責任啊，統治者壞啊。还是这个人、这个民族、这个农民的个基因有一些问题，还是三样都有呢？三样都有啊，三样都有。惨啊！知识分子冇骨气，当然系其中之一啦。你而家睇到而家啲知识分子嗰啲吹呼住强权嗰啲嘴脸，你真系一睇到你真系想喊，但系又实在觉得好笑。哇！嗰种咧，即系三呼万岁，因为冇办法。中国个科举咧。是令到知識分子個個都想爬上去皇帝身邊，揸住把扇做國師，係依附長權嘅一條捷徑嚟噶嘛。但係佢唔理以前呢個皇帝朱元璋又好，洪秀全又好，係咪？係賊佬嚟噶嘛？唔係，佢覺得應該嘅喎，佢覺得係應該喎。皇帝有啲死，你一啲就死喎，應該嘅喎。哇！我唔明啊，讀咁多書，佢連斬頭之戰，佢仲要叫萬歲嘅喎。係啊，咩明朝就嗰陣時就有好多嗰啲。文人係嘛？喂，佢仍寧願俾有啲嘢俾，寧願俾個皇帝當場打死嘅。你唔出奇啊！一路到最近幾廿年後，劉少奇臨死之前仲要見毛主席一面啦。咪周恩來寫封信同毛澤東講嚇，認錯啊，犯罪喎、啊，認錯認好多次，周恩來一生認錯認無數次啦。但係呢啲人早年後生嘅時候，全部係理想。好有志氣噶，好有理想噶，真係唔知點解喺中國民族北洋話嘅張江，喺張江當中一打滾啊，個個都變咗張江生物。咁有咩辦法可以防止啊？呢種張江滲入啊嗰個人嘅腦海裏邊啊？我諗住冇乜大希望，冇希望。我至少我睇唔出希望喺邊度。偶然有一個知識分子劉曉波，佢話中國應該做300年殖民地佢係呢個係佢激憤之詞啫。你睇下佢08憲章，佢08憲章對強權其實一啲侵犯都冇嘅，再平和都冇啦。咁樣都要被強權整死，咁啊佢咪激憤啦！我寧願做殖民地，至少曼德拉冇俾白人整死啦。係，甘地都冇啊。係啊，而家到咗21世紀，你睇而家最近喺大陸、喺香港同埋輸出一樣叫做大媽。誒跳唱歌跳舞嘅大媽兵團真係犀利，嗰啲大媽兵團你唔好睇細佢哋喎。大媽而家60歲左右嘅大媽，當年都做過紅衛兵喎。我真懷疑嗰啲人當年紅衛兵打死咁多人，個個都有份參與打師長、打校長、打各級知識分子。嗰啲人身上啲血債，佢唔使拎出嚟討論噶，完全冇人理咯。係，仲有得佢哋私業喎喺度。中國呢個文化似乎好人咧就。結局淒涼，壞人咧永遠係啊，歷史上面永遠係咁樣嘅。壞人咧，佢啲仔女又可以貪。係啊係啊，老豆以前就紅衛兵打到資本家，你記唔記得？係啊，1950年入到上海，逼嗰啲做老闆嗰啲跳樓。係啊，係嘛？然後佢而家嗰啲仔女咧，個個咧100幾十億。係啊，三番五番唔知幾多人跳樓。三番五番，你睇個槍斃咩？你冇用啊！就算俾唔好話逼人跳樓嗰啲人嘅仔女，就算俾人逼死嗰啲人嘅仔女，咪一樣去共產黨啫。
啲父母俾共產黨逼死逼得淒涼到真係睇到嘅都係流眼淚嘅，佢自己衰人仔女佢就冇感覺嘅，不過佢去共產黨。佢中國人嗰種思維好奇怪，第一呢個係過咗去啦，係向前看啊嘛。我愛國家咧，希望國家好。而家國家冇咗共產黨唔得啦，你覺得冇咗佢仲衰啊？咁呢個假設其實冇咩道理嘅，都有道理，或者可能仲衰都未定。咁你唔覺得1949年之前中國冇共產黨好衰咩？中國國民黨都不好啊！國民黨失敗是失敗，失敗一半是共產黨手段強，一半是他自己衰啦。係再唔好嗰陣時有出版自由啊！再次嘅特別都喺台灣就跟咗嘅，錯錯。係點解咧？啊！你話你點解斷咗嘅係右臂唔係左臂？係啊係啊，即係話佢係斬斷個右臂。係啊。不過呢個咧，後來蔣先生嘅政府去到台灣，杯弓蛇影，覺得咧以前喺大陸太自由，所以失去個輿論，所以去到台灣先嗰種突然間係反彈啫。就係佢嗰啲，佢嗰啲事有必要喎。佢如果唔咁嚴厲啊，台灣已經被共產黨亂咗去㗎啦，冇錯啦。喂，你嗰陣時去過台灣見過蔣經國未？有，我見過。我第一次去到，同佢一齊去金門添啊！嗰陣時話上架細飛機去金門，佢今日上咗飛機，哇！呢架飛機靠得住啊！一上去就要掛救生圈，話飛機飛得好低㗎，其實海面好近啊，你哋要留意啊！我諗住佢唔係老鼠嚟喎，縮沙又唔縮得。我哋見到前邊有個人坐喺度，又去裝下話蔣經國，小張喺度，我哋唔怕。你同佢一齊坐架飛機去金門？去金門請個美軍少將食飯，食飯之前話你哋香港嚟嘅，我都叫做香港新聞文化界訪問團噶嘛，會各方面都話你哋中意食狗肉，我哋特登準備咗狗肉。哇！唔係啩？鬼佬都係美軍喺度。係啊，我係美軍少將司令喺度，你都會話羊肉，唔好出聲。我美軍司令真係唔知幾開心啫。哇！嗰陣時係幾多年啊？金門炮戰嘅時候。之後夜晚喺龍洞先開炮，哇！打金炮嘅時候，哦，1959年佢有個新聞文化界回國訪問團，哇！嗰陣時你已經係名作家啦喎，我唔係，我做記者啫嗰陣時，做記者代表珍寶去咁樣，我覺得你共產黨嘅所作所為，咁啊嗰日有個維園阿伯咁樣，你係咪中國人啊？我當然係中國人嘅面口擺喺度啦。啊！你外公哥，我揀外國啦，我唔外公，我砌乜撚翻工啊？哦，係，誒呢啲啲維園阿伯低端動物，你唔好同佢對話。你唔好話，佢哋有自己另外有一套喎。我哋國家咁富強，佢哋最好係啊，最美就係呢句。最美就呢句。富咩強啫？你而家中美貿易戰都咁樣啦，啱唔啱？一下呢個 Donald Trump 一上台，三兩嘢踢爆曬。今日係富強，唔係富強，點會出去做大傻逼，做得咁開心？幾千億美金攞出去派錢啊！幾過癮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下次再揾阿黎先生傾嘅。快啲食多啲，唔好死住，睇埋啲壞人點樣收場。好樣壞人收場一樣，都係死。立即 follow 給 Media IG 了解每日世界要聞。